来看到这阵嘛，即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访问台湾，有闹含三位总统参选人见面。AIT 的处长孙晓也是表示讲，伊家己含三位参选人嘛有活动，对三个人拢真介意。啊，这三位有闹表示过讲，愿意含即对华有对话意愿，啊，伫美国这边嘛绝对支持。疫控指数总统大选，纳入被参选人力量化议题当中继续出招。面对台湾的选情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上节目时阵表示，家己甲三位参选人拢过真侪摆活动，美方绝对支持三人想要甲对话对话意愿。But I have heard all three parties talk about a desire to communicate. They've fashioned it sort of from different angles.But it seems to be a common goal, and it's certainly one that we would support. 孙晓雅表示，明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并未影响拜登政府对台湾的承诺，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跨党派的。伊也无认为台湾跟中国关系是任何赛局，但过爱走出家己的路。Obviously, Taiwan needs to chart its own path in its relationship across the straits.It is a very challenge. Is a geopolitically challenging path to chart, but it's one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upport Taiwan. 讲到国防安全，民进党主席关系十一出席蒋清论坛，表示台湾强项第一步是自信战，盟军第优先应瘫痪敌方所有网络，第二步则是飞弹，最后则是定量。要按照敌军的角度来做我方的准备。第一条就是说，其实我们要花更大的力气在做。资讯作战的准备，所以我倒讲，如果来做，网军会第一优先的。罗清德办公室回应，二盟在对等尊严前提之下进行对话，化解两岸分歧，互相方有更加侪交流。侯友宜办公室是指出，在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加两岸对等的前提之下，会为习近平展开交流，化解紧张的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